香港人唔开心，唔系嘛？但系帮人打气又好叻噶噃，国际级噶噃。香港唔够人斗斗长命咯，香港人世界最长寿，呢个文化低俗。喂，佢仲系学生啊，就赢咗两次世界古典音乐大赛啦。我哋啲后生唔捱得，冇嘢啊嘛。佢爬到珠穆朗玛峰啦，十九岁咋，讲俾个碌佢，佢会碌赢全世界。俾碌捉佢，佢起到摩天大厦啦。净系得摩天大厦冇风景咩？唔系啊，麦理奥劲咯，世界二十大行山劲系嘛？我哋唔要啲咩蓝图，唔好同我讲嗰啲咩城市咩超越咩城市啦。你唔闷啊，我都闷啦。香港人务实，做好自己就一定有成绩。本地姜可以强，幸福双峰感冒系列连续二十年销量 number one。